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多年来，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为促进美国的国内就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经贸投资问题政治化的言行，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贸易规则，有损外界对美国市场环境的信心。